春闲愿成佛人。
天魔。大慈
六道尘生，二业尽，也有。
Yeah.
水洗我又不沾。
亲罪量多少，因多地狱而归出神祭主而去，遍地下见受冤罪者，尽皆忏悔冤祭主灭诸魔神灵，不可思议愿以慈悲心救护一切受众等，今日向世神流道护摩师长一切眷属忏悔王罪，皆愿世界愿你流道愿对各个欢喜，一切舍身无缘尽享，一切无碍有如虚空中，今日起至于菩提皆悉烦恼毕尽断除，善业清净众愿用尽，天宫宝殿顺意往生，是无量心六波罗蜜常能修行，白虎眼身万善具足，诸所能言三昧的金刚身，一念心便已六道根相继，多时无异于同坐道场成等正觉，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依的忏悔神罪者，深夜清净所以口过无事，一切愿我之门故诸佛皆不得两舍，口妄言起于当知忏取化之口，生是非为还不清，早报是众无人处，是心怀度念口，是度眼身心度心，以此善事加害众生，众生被度集结怨恨，是心欲报我现世我愿我众后众心如是愿，皆被拘留到根相保护，有穷尽皆有宿命，为公所得当此身善口，是世中而知愿出书者不信，众小事如泰山难有，当我知不住家者不要佛话说，甚至出长意而去，如此愿对戒之三业，三业之中口业是中乃至我宝贝诸诸都难消，此业不觉不知，今日道场同业大众我等所以轮回流道，这皆有口业，我无亲眼识一遍口里子，无虚假誓言，心相乖而保自造，理解无面积的不忍忍重然真道禅习之国相遇，从有时生以来，至于今日口也不善于是生流道护摩师长，一切眷属便迷而不眷主也，主观化与为宝朋友聚化无疑而说，自空为有，自有为空，见眼不见，不见眼见闻，眼不闻，不闻眼闻，左眼不左，不左眼左，如是颠倒幻颠，一地之理上我根相在蔓延，即则迷得不归说，那则何不忘，乃至并说神仙在两军夫妻，说是藏邦山只是无道无义无说，故难是悠悠而伤心，生命未来主动用戒因报戒，喜笑自尽便能具足无量种罪恶，光顾也已加一切众等相遇，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已而口言
我老同学来自了大营。
想家从今日起一切设施无缘心想一切和合有如水如一切欢喜有如初地永为化清慈悲觉处从今日起来自故地三界国宝永不护手段三藏也足不为是无量心流波罗蜜各自身修行大乘道如火智慧一切愿海皆能满足流动三大无不明了的火山秘籍无魂身等金刚会尘中之国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遇一的忏悔身口最近此不允许清净一夜一切众生轮回生死不得解脱这皆有一夜解其老故事而无你必有一照顾或解也不得贪欲成为于是邪见偶脱地狱受苦穷今日相遇共见心之去以主事以有君子众车其成空化而言身心而心以六道中能召集报当此灭生时有心造境欲改为现错其心此则其意而已故而今言之之一处无事不犯当此皆心是解脱之本经已是进去之其善途去报不来恶道中苦不忘人生口业处一切一地为西南处如来大圣一切之人一生口一世得不无光无欲或欢呼也不受身若不则作为见其善事以经营光亦如成受口如平气得不无相遇无事以来其次一心无名其爱增长甚至以难居住时而不是八戒八难三途六道轮回流转无不尽你若是处处受无量苦皆有一夜勾起怨怼念念埋怨未曾暂舍山东流尽此一无体尽中而也无不被造火身口不随心增分度更相杀爱无怜悯心若此为有同样不可一人彼此在他为空处度不生见人之过之愿宣说自有见识不惜他问有如是心事可惭愧有一地即成大道愿在说已经眼界功德贼无过成为有花眼睛云火之若其已成为心一切而终无过失而已故而喜已成心则受百千障碍所谓不见菩提障不闻法障生而道障多疾病障悲谤毁障生安顿障是真念障少智慧障尽而知识障不要先善障愿正见障来自离火真教如魔境界悲善知识足根不具生而也加生于遍地如是等障不可去说我等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应有无量无边成为而心乃至其成不必尽诸恶光
Ah.